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，我是某 A， 到第十一关的战役模式了。我们把它包围了，萨克拉神庙就是魔王马拉加尔的葬身之地。马克寡人在这里越发的疯狂，这里是他们祭拜鳄鱼神灵的圣地，现在由军阀之王带领着他们。马克瓦人与军阀之王的法术结合变得异常强大，汇聚成了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邪恶大军。付诸全力，背水一战吧，我的弟兄们，否则我们就会成为萨克拉的祭品，或者更糟。先是一星通关的视频，这关主要关注第四波、第十波和第十五波的空中部队对策。如果没有很好的对策的话，空中部队很容易让人分心，特别是第十五波的大猩猩和空中部队的队伍。大量的大猩猩本来容易让人绷紧神经，结果随后又跟来空中部队，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。但要是做好这三波空中部队的防守的话，这关将变得很简单。好了，先看看一星通关犯的错误吧。
faster. The engine is my train.
接下来是三清通关的视频。防守好第四波、第十波和第十五波的空中部队，在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建弓箭塔，然后都升级为净兵工会，升级的优先级仅次于蓝色箭头所指的炮塔。首先保证好炮塔升级地震塔，然后紧接着升级弓箭塔即可。Reinforce!
like a chop. With me, I bring death. Yeah.
OK, 过关，谢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